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有很多的各个地方的环保团体哈，那有彰化的哈，那也有泰山的，也有台北的，也有新北的。那新北我们有三峡龙埔里，有埔安堂，然后有这还有淡海二期哈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诉求是，朱立伦呢，新北市政府上次四月我们所开的专案咨询会议呢，他居然对于我们所有的公民团体出席的，总共有十多个团体，有十五个人次的发言，完完全全的空白哈。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新闻稿后面就是他的考卷哈。那朱立伦的学测考卷非常糟哈，非常非常的糟，他完全缴白卷。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呼吁环评大会应该要退回这次的审查。如果这样的缴白卷的行为能够被默许，那是不是以后这些教授在学校里面上课，学生都可以缴白卷就可以 欧趴？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行动剧哈。新北市长，你为什么缴白卷啊？因为我不会写。啊，你交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啊，你交白卷就是，啊，你交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这样可以吗？加油，台湾！哎，刚刚是试演哈，那我们再重新再演一遍哈。新北市长，你为什么交白卷啊？因为我不会写。交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死当！死当！朱立伦死当！朱立伦死当！交白卷死当！交白卷死当！朱立伦死当！朱立伦死当！交白卷死当！交白卷死当！哎，我们再把台词再喊一次，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不然要干嘛？不然要干嘛？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！不然要干嘛？不然要干嘛？那我们就先请这一次呢，在三峡龙埔里呢，其实就是这个反破跟麦子园的反破迁哈，这个也是属于受灾户哈，就是也是缴白卷的哈。上次发言发这些，就是讲这些炒作土地，还有这些房屋过度供给的问题。那朱立伦也是不屑回答哈。那我们就请三峡麦子园的会长。大家好哈，我是三峡麦子园自救会哈。我们三峡龙埔里已经被征收三次了，即将第四次，目前因为征收已经死了一个。我提四点，第一点就是说破产工程，最近苗栗胡乱开发造成地方政府破产的问题很红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？因为三峡麦子园的开发未来也将要变成破产工程。这里的都市计划因为三鹰捷运线要过来，捷运过来不走人多的老街祖师庙借收入，却跑来我们这边只有1000多人的乡村地方龙埔里麦子园，就是为了要炒作这块土地。问题出在这边，根本没有那么大的需求。还有2公里设3个站，真的很夸张，到时候负债累累，都是全民买单，动机很可疑的。第二点，市政府征收不择手段，政策朝令夕改，叫我们农地休耕，现在就说我们都没有再耕种。3年前，政府说我们龙埔里这边是良田，要做农村再生，整个里总动员要配合政府计划。结果没过一年，政府突然说要征收，这样大家还要不要继续做？再来说政府不择手段的招式很多，龙埔里大家在弄得做惨了吼，都靠一个灌溉水，新北市政府竟然还要断水，这样是不是更方便征收？更别说之前提过很多次问卷造假，还有违章工厂，你们不知不知道征收是会死人的，会让人家破人亡，会让人生活变得困难，还要有些还要背贷款，出人命到时候谁负责？第三点，我们要绿地不要水泥地，
三峡只剩下龙埔里这块平原绿地，以前包括现在还看得到蜻蜓、青蛙、甲虫、笋菇、笋菇，还有稀有鸟类。现在政府要做规划都市计划，扩迁原本住在这里的人，灭绝这里原本的生态。说什么整体规划、公园建设都是骗人的，拢是在骗人的啦。未来这边还要做都市计划，北大那边已经有先例了，台北大学盖了十几年，也未见增加多少人口哦。目前空率还有50%，夜晚上还要靠中介点灯，不然看起来像鬼城哦。这就是政府留给我们的，什么？留给后代空率高、房价、绿地不足，再加上人口老化、少子化，政府不去解决问题，却还在制造更多的问题。市政府公然违背民意，违背民意，根本是图利财团，照顾少数人的利益。我们三峡要的是保留现在的绿地，不要过度开发的高楼林立的水泥地。最后，新北市的公益性必要性根本是乱写，就是要骗你们这些委员审核者，根本不管以后会不会破产。我们这边有将近90%的住户反对联署，中兴工程顾问公司的第二次问卷调查也显示70%的面积反对征收。我们每次的会议提到的问题，新北市政府也要解决吗？根本都是缴白卷。环评委员，你们请，就是说请我们请环保署的环评委员不要违背民意，拿出他的良心跟正义感。就算环评委员不为了自己，要为孩子的或为下一代着想，就是说你们要留什么样的环境给下一代？是高楼水泥地呢，破产工程，政府负债累累，然后再留子孙背负沉重的负担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新北市另外一个反破迁的受灾哈，那就绿那个淡海二期，那我们请绿色库尔的王宗明。各位好，我们今天呢是要进入到环评大会里面，要开始来审查这个新北市区计划的政策环评。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两点，很重要的两点。第一点是，政策环评在环保署一直都是一个空壳的制度。也就是说，因为它没有准驳与否的问题，所以环保署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敷衍、非常草率。那这一次就可以看出来，办了一场公听会，然后再办一场初审会之后，这么多的团体意见全部没有回复的情况下，竟然就放进大会了。那对环保署来说，恐怕他想的就是反正也没有准驳与否的问题，我就给你程序过去了，这个程序就算有做，程序有做就好，就算有做的这种心态，在非常多的程序里面都是公部门常常有的最大的弊端，在政策环评上尤其明显。因为对环保署来说，他就是觉得没有准驳与否的问题就可以随便做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，新北市区域计划攸关整个新北市这么大范围的人民的生活，整个区域的发展，整个环境的保育，竟然这么草率的不好好做沟通，不好好跟不管是民众也好，不管是社会团体也好来互动，那这个是新北市的最大的责任。所以今天环保署草率的在这个政策环评的制度上面随便做，新北市政府没有好好的在区域计划上面做沟通，这个两个很大的弊端，就是种下未来更多争议的种子。今天已经有很多争议没有办法处理了，未来在区域计划底下会有更多的争议，抗争永远抗不完。所以环保署和新北市政府趁现在还有机会，好好的在这个前期的工作把它做好，能够免除后续非常多的争议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保护水资源，水资源一样是被缴白卷，那我们请水资源保育联盟年历主任。我是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。有关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环评，我们看到他写的内容非常的下课，因为在我上次提出来的很多意见，包括我们环团的意见，不但不再回答，然后他在那个电磁波的这个检测抽样的，他竟然好笑的把那个深坑只写了一个那个很低的这个壕高师哈，大家都知道深坑啊、芦洲啊，还有这个土城都是电塔之乡，尤其土城他们自己承诺说要把它地下化，到现在也没有。那深坑呢，当地的
这个自救会呢，他们其实也是希望说，今天你要做这个都市计划，你要把这些电塔看要怎么处理，你这超高压的变电所，深美超高压变电所也在那边，结果我们新北市政府呢，竟然只是很简短的一页，写的说，在新北市有哪些有关那个极低频跟高频的，就这么一页里面的四分之一，很简略，很敷衍我们。然后再来有关我们上次跟他提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有关水的问题，他也都不回答。所以我们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，还有我们也是电磁波防治协会，我们针对这个我们还是非常不满意。我觉得说今天你新北市政府所做的这个政策环评，你要凌驾在内政部的全国区域计划吗？包括内政部全国区域计划的这个政策环评，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做之下，新北市政府你竟然要超越于他吗？我们觉得很怀疑的是，这个难道是要以党来治国吗？好，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哈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其实从上次的会议还有这一次哈，好，我们上次的会议还有这次哈，其实都有很多这些爱护健康的这些婆婆妈妈，还有医界的朋友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请彰化医盟的朋友来讲农地的保护的问题。就是那个非都市计划哈，有将1736公顷的农地哈要列为利用。那我们是希望就是新北市要先厘清这1736公顷的农地哈，到底是属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种哈？因为我们现在第一、二、四种农地都要列为保护哈。如果他没有先把它的种类厘清哈，就要开发利用，我们觉得这个举动哈是非常粗糙哈。那因为现在我们整个台湾的那个粮食自给率只有30%多哈，真的非常的低。那面对未来的气候变迁哈，粮食自给率的确保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非常关注农地问题。我们希望新北市一定要考虑到未来的粮食问题哈，要把需要保护的农地先优先保护，不要再胡乱开发。以上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我们请爱健康婆婆妈妈。谢谢。大家好哈，我是住在新北市的这个泰山区镇。我们根据我们新北市的区域计划里面，它里面内容呢有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之调查结果，说我们的三角断层是从树林这个地方，它经过新庄、泰山、五谷，然后从这个北投这从金山这边出去，然后它的影响范围呢，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四周围、它的周边，这边已经非常非常多的建设，很密集的不断的旧的建设，还有新的正在建筑当中的，还有。可能他们现在已经去申请立案的新的建筑物越来越多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当然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他不愿意开，他不愿意公布我们的三角断层，以至于说这么多的新建案、旧建案，他所造成的零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纷争的零损呢？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布，所以这些建商、这些业者，他不知道如何去用什么防护的措施去预防这些的损害跟灾害，还有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施工方式才不会造成零损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除了零损之外，我们的道路周边的这些道路，因为我们三角断层是属于正断层，它是属于会如果发生灾害，它是属于会崩塌下去的，不是逆断层。逆断层它的地震的时候会隆起来，所以我们这边周边的道路呢，我们可以非常的明显看到，到处是坑坑洞洞，很多很多的塌陷，然后我们不时的看到公家单位他请这一些那个承包商呢，在修补这一些道路，可是修呢，但是但
不会恢复，因为它修了之后依然又塌陷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呼吁说，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赶快公布我们三角断层，不要再用大范围然后小比例的方式说，用这个来当借口说他没有办法公布。这些在我们中央地调所这边是说，虽然是大范围小比例，但是依然是要公布三角断层。我希望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拿出他的勇气，拿出他的承担，拿出他的义务，拿出他的责任，来赶快公布我们的三角断层，才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民怨。谢谢。因为那个时间的因素我们要上去，那有关于这次他只有回答绿地，我简单补充一下绿地。今天有组成互助者联盟，就很多互助的团体，我们是农地跟绿地跟保护区，现在在新北市通通被活剥人皮草树皮。那他绿地的部分，他只回答透水率啊、绿覆率啊，然后那些河滨本来就是绿地的，本来绿地就不需要去划绿地，所以我们也主张它绿地也是缴白卷。那我们就要再重新喊几次口号，绿地缴白卷，绿地缴白卷，农地缴白卷，农地缴白卷，保护区缴白卷，保护区缴白卷，断层带缴白卷，断层带缴白卷，活剥人皮草树皮，活剥人皮草树皮，猪猪轮皮皮皮，猪猪人皮皮皮，活剥人皮草树皮，活剥人皮草地皮，这是活剥人皮草地皮，活剥人皮草地皮，朱立伦皮皮皮，朱立伦皮皮皮，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，缴白卷就是要死当啊，不然要干嘛？不然要干嘛？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此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去发言。